好了，转眼间我们聊天室已经突破2000人了，非常感谢大家，但我还没时间跟你们点名，我先来继续讲这个电视墙，稍后再来跟你们一起互动。看到这个非绿支持度非常恐怖，等一下算给你听你就知道了。蓝白河的转向，韩国瑜都来开战了。我们先从这个电子报的民调就可以知道什么叫做非常恐怖了。如果今天三个人来看美丽岛电子报在11月21号最新民调，赖清德、侯友宜、柯文哲来说的话，赖清德的支持度 35.5%，侯友宜 23%， 柯文哲 22%。 但如果是有四人选战的四卡都的状况，赖清德 34.1%， 柯文哲 18.6%， 侯友宜 19%， 那第四组的人选 8.6%。 好，那么吴子嘉怎么分析呢？他先说到，如果蓝白合真的成功，那和赖清德的差距不到 5% 而已了，也就是说在选票上面只在50万票内，这是一场非常激烈的选战，就跟现在 MLB 的季后赛一样。那么吴子嘉还提到，非绿的总加，就是我们看到除了第四格四个人之外，赖清德新去除下面三个加起来是柯加侯是 37.6%， 再加第四组人选超前赖清德 12.1%，这非常恐怖，这什么？这会要你老命的。也就是说，如果是非绿的人加起来，其实相当多的人是非绿的哦。那么赖清德认为你现在已经赢定了吗？如果你把选情放冷不回应的问题，也不制造议题的话，这个非绿的恐怖支持度可是会要你老命的。我们往下一看，关于赵少康有提到，现在建议双方都各退一步，国民党接受民调决胜负，但阻隔权要交给侯友宜。同时双方也可以事先敲定至少五个部会首长交由民众党来指定，并且以政党轮替作为最大的共同目标。这一番话有一些敏感度的人都应该已经听出一点端倪了，就是当初国民党踩很硬，赵少康踩这么硬，现在怎么感觉好像有退一步，是为什么呢？好，往下一看，一句话，春江水暖水暖赵先知啊，赵少康原先主张侯要正的不可，那现在这么大的改变应该就是看到危机了，非如此不可了。那么往旁边再继续看下去，现在呢民众党这边提到说不要搞到最后让民进党单独过半，柯文哲也提到了还是要整合啦。蓝营的人士也透露说，与其纠结在总统候选人出现的方法，不如我们先把未来合作模式敲定，现在要避免基层的小鸡恐慌，要凝聚起来。那么现在韩国瑜也跳出来了，韩国瑜立委浮选首战是谁？将力挺马文君来反击绿的。马文君也提到说，这一段时间民进党用全党之力，不管是媒体、名嘴、侧翼、网军、网红等等等等等，你想得到的，通通都不断的攻击，不断的抹黑。韩国瑜市长特别选在第一站，情义相挺，来为我们加油打气。那也为了慎防民进党利用单一立委的争议，打击蓝营全体的选情了。再来还没结束，徐巧芯这边也有话要说，浅见国造到底背后的水有多深呢？民进党他们现在希望塑造2020年下架吴思怀的氛围，可是实际上这是一场骗局。好，整个电视墙全部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就是蓝白合不合。那我们一样再请一下曾宇，就您所知，目前的非绿整合进度是怎么样呢？其实就我了解你可以看到我包含到我们在上面两节讨论的很多的内容，为什么今天会有蓝白合的议题，今天为什么会有要组所谓的执政联盟或者是在野大联盟，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绿营执政的荒诞。那在这个部分呢，大家就可以看到说，今天我们要如何讨论出一个胜选方程式。那你也可以看到，不管今天是国民党也好，或者是民众党也好，其实我相信有两方双方都提出了最大的善意跟弹性。那当然大家或者是基层，比如说各大的政治前辈啦，名嘴们啊，然后包含到地方基层，大家为什么会焦虑？就是害怕民进党这个国家机器实质在过半，实质在全面执政，这个是我们大家最害怕的地方。民进党如果在持续的我们的这，比如说全面执政，或者是说实质过半，如果再是这样子的发生，大家还可以想象，
现阶段我们的民生、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国防全部都还要在命在悬上，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度过下个四年吗？我相信这是任何一个所谓的非绿或者是在野甚至是中间选民不乐见的一个状态。那但是在我个人看来哦，我还是非常的乐观其成的。那当然其实双方都必须要站在各个的政党的主体性来去沟通，我觉得这个是必要的，因为这才是一个民主进步的价值嘛。不像是民主进步党蔡英文他可以收回所有地方的提名权，而不是来去了解基层的需要，才会造成2023的整个选举的大败嘛。所以我反而其实可以看得到现在大家的讨论，现在大家积极的沟通，我认为这都是一个好的一个现象。那当然到底说用什么样子的方式能够合作，用什么样子的方式能够双赢，我觉得这个很是现在要进入细节讨论的地方。那当然有非常多的比如说赵先生啦，还有我们的蔡委员啦，其实他们都算是哦整个要献策的一个前辈先进们。那他们提的并不是不可行，而是说两赵双方到底能够怎么样坐下来好好和气的谈。其实这边可以看得到哦，就是之前有讨论到说，因为毕竟国民党哦是百年大党，那我们要学习的地方也非常的多。但是同时间整个非常你要大家知道哦，一个大的企业一个大的公司里面一定有分非常多的部门，那在各部门之间一定有各部门他们需要赢得的目标，或者是他们有设定的 KPI。 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为什么蓝营的人士会特别讲出来，如果说现在哦，在整个2024大选的整个状态之下，如果说哎，比如说总统候选人现阶段还在沟通当中，是不是有可能先在基层上面有任何合作的可能性？我觉得这个可行性是非常的高的。你可以看得到，包含到台中我们蔡壁如委员跟我们的卢秀燕妈妈市长，其实两位就是呈现非常好的一个合作模式，而且互相拉台，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现象。那现阶段我相信哦，非常多的基层民众或者是说基层的蓝营小鸡，他们很担心会不会到最后哦，两把锋利的刀造成就是像之前金老师特别说的，我们要挺着胸膛倒下去。在这个部分我之前其实在一些政论节目讨论的时候就有讲到说，如果说国民党用这样子的思维模式，可能会造就地方基层的压力跟地方基层的恐慌。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块反而是说如何在一个互相可以合作的前提之下，是不是不要再这么坚壁清野。因为我相信柯文哲也是有他的量能可以协助到地方基层，那当然包含到我们民众党虽然说我们的民意代表也许没有国民党的这么的如数家珍这么多，但是我相信小小的力量绝对可以做大大的改变。所以在这一块我个人其实还是非常乐观其成的。而且如果说谈论到后面用时间以及民意来给两方的领导人一定的压力，我相信如果促成的机会我个人是还蛮乐观的。那只是说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说比如说国民党各个派系是不是不要再各自喊话，反而是说大家要团结一致，我们要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拉下新党国新潮流，才能造成政党轮替。那当然对于柯文哲来说以及台湾民众党来说，政党和谐政党和解社会和谐两岸才会和平，和解和谐和平我相信是2024最重要的至关重要的一些关键。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反而是说地方基层上我们如果可以来去做一些协作，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大家其实反而我相信我现在包含到聊天室里面有非常多的朋友，大家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忘记了民进党是如何透过1450，如何是透过国家的预算来去营造他们的网军还有他们的塔绿班，他们是如何来分裂所谓的在野阵营以及中间选民。所以说我觉得在聊天室的里面的大家，我们大家可以其实平心静气来各退一步来去思考说为什么现阶段必须要来讨论合作的可能性。因为我们就是不要一党独大，我们就是不要全面执政下的贪婪以及贪腐，
不公开、不透明，包含到你可以看到为什么现在韩总、韩先生他必须要首当其冲就先来帮马文君来站台。我相信大家都没有忘记当初的尹清峰命案，在这个完全没有真相的罗生门的状态之下，我觉得巧心的这句话我非常的认同，因为我们之前在节目上就有讨论到说，其实民进党现在又要拉回抗中保台卖芒果干的老路，因为他们就想要在营造哦，你们这些所有的蓝营立委全部都是马文君们，这不就是让大家非常熟悉，就是当年以那个2020所谓的吴思怀门吗？这就是民进党他们的选战老路，他们就是要透过选举让它造成分裂，然后造成所谓的恐慌，让大家来去哦，不得不再去投向民进党。难道我相信哦，这八年来大家应该都看得很清楚了，芒果干还能再卖下去吗？抗中保台还能再持续这样子下去吗？不要忘记了，现在我们整个我们的最民进党所说的我们的最好的美国关系最好的现阶段，不要忘记了，现在有以哈有乌俄这两大战争已经让美国已经是焦头烂额了。所以台海之间，我们再次强调台湾民众党我们的方向是什么？政党和解，社会和谐，两岸才会和平。所以我对于哦，所谓今天大家讨论的在野，我们在大家讨论执政联盟，或者是所谓不管是白蓝河或者是蓝白河，我认为我们要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我个人是乐观其成的。所以还是要呼吁哦，在聊天室的所有的朋友，包含到说你身边的亲朋好友，千万不要被所谓的国家机器的塔绿班、国家机器的网军，然后来去分裂我们台湾2024想拉下无能的执政党，拉下新党国、新潮流想要政党轮替的心。所以在这个部分，其实我还是非常的乐观其成的。如果说今天两边的领导人其实都还是有各自的立场想要讨论，不妨我们的民意给他们一些空间，也许由地方先来合作，我认为这也是一个好的方法。好了，郑宇刚刚提到的重点有两个，一个就是我觉得啦，就是和解、和谐、和平，还有我们要尽可能团结可团结的力量。蓝白合还是有一个乐观其成的想法。非常感谢郑宇，我们稍后一起再回来。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因为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你知道吗？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称它是神仙的礼物。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健康没负担。每日克斐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